电话不是拍就是骂，将我当作做冤仇人同款。你敢有尽做老爸责任？你敢有尽做老爸责任来栽培我？我今仔日会当有这个地位，是我阿爷第一次让我做官主落位。你做老爸一世子，你都看出着，看着我尖酸刻薄，我是你的囝，你反倒转对我这里啊真无好。下尾讲阮两个兄弟，你的心目中只有你的大汉囝，无我天孙的存在。你即马再来伫咧讲，你唔对，已经背负啊！我现在在朝为官，什么东窗古马，我的前途是无可限量，兵波千云，步步高升，会当享受着这荣华富贵。我若有可能跟你斗转去，我着一种贫寒的日子，叫人欺世，叫人欺慢。我无可能，我着一种日子，吃是无油的菜汤，困是假面床。我即马有这个地位，我若有可能天天富贵，将军花钱三百两来。我来遐多钱，提一百两给我，我今仔日做官。卖拄我一人，我来见钱见去。我只有三百两，从我来提予你，你我的缘分，我断拒绝。太叔，我的兄弟啊，哥。你莫阁住遮，所以甲我顶讲你是我的老爸，我是你的先生，要叫我好